夏日水上活动，讲清楚哦。你们，哦，很帅，这是什么？风帆。这个是风筝冲浪。独木舟。我跟你不敢要抓一个。哇，好难哦，独木舟。这叫做水上钢铁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至少是这样子啊，还有花絮，还有花絮。吓到了吧？真没抓到。你这个是什么啊？水上钢铁人。